OK，那几个排行榜大家也像觉得不错、哦。嗯，这个嘛，我今天有点想要再讲一下排行了。嗯。干嘛啦？哎，要怎么用那个？好了好了，今天再给你们复习一下排行榜。排行榜在哪里呢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结果被报警报了，敢说我还不敢信。来，今天这里重点开启背包格子。哦，这个就是我的背包格子。背包格子，扩充这个背包，扩充背包，措施是什么？糟糕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玩的，又包包又爆满了，哎，没关系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它可以帮我们分解的也只有这些东西哦。吵死了！哦，送宠物哎！哇塞！我得到清代耳了，我对这个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？应该是有吧。我可以把它都卖掉吗？不行。掉了是什么意思？哦。所以这是用来抽侠客的，好像我们这边就抽到黑白纸，还有啊，应该是可以十连抽，我有点想跟你们讲排行榜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排行榜不见了，嘿嘿嘿嘿。我讲过功力嘛，等级，等级也讲一下好了。哎呦，我有些不知道等级讲过了没？我们先出现一下。所以这边又中了迷之笑女神，是不是？就这样一日游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江湖一日游，什么是江湖一日游呢？就这个 system。有参加就是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提醒队长，基本上就可以出去了哈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洛洛是吗？看一下洛洛怎么样。